这小萌萌刀工相当了得了，这是南瓜切细丝啊，然后呢放到这里边，和上这个肉和我们采的小野葱啊，看看一会儿老娘她做点啥黑暗料理。哦，你看我们家点火都抢着点啊，谁都想干这活，一般人轮不上的。就我老爸专业这烧过火，就好几十年呢。哎呦我去，我这一下就着了，看看炉火正旺，起锅烧油，这啥情况啊？这是，这不老师傅下厨了吗？你做啥呀？这是，人家是烙饼啊，师傅，不得搁手按个饼吗？你这直接勺子按呢？是做吗？你？对呀、啊，你真支持你老公。妈，你这做不了几个大饼，我看着。哎呦我去，压薄一点。今天我们吃知道啥了吧？这叫南瓜饼。哎，出锅了！哇，火了吗？这就。手哥不能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不错呀。哎呦我去，我们尝尝这南瓜饼。嗯，好吃。外酥里嫩呢，尤其是葱香味浓郁啊，看到没？里面都是那个浓浓的这个小野葱。嗯，哇，这味道爆赞！